你们和上学的时候一个样，一点没变。你也是，还那么漂亮。明天我就要回澳洲了，这顿饭我请你们啊。哎，怎么能这样呢？三个大男人不可能让你结账。我来。就是，跟大美女吃饭是我们的荣幸啊。我来。都别跟我抢，人家飞了8951公里回来看咱们，咱们已经够高兴了。这顿饭我来。当了爸爸的人就是不一样啊，真绅士。来来来，干了。好，拜拜。哎呦，既然大家今天都这么主动结账，那我就不跟你们抢了。好像昨天是我买的单，今儿该大南了。别闹。喂。又坏了！我说你那个闹钟的声音能不能换一换？不就结个账吗？你至于吗？我这性格就不适合两个人在一起。改改你这性格吗？真的，作为哥们儿这个角度来说，王珊珊这女孩真不错，没毛病，你真应该拿下。行了啊，别说了，让我安静一会儿吧。哎，你还有理了是吧？你说你把人王珊珊拒绝了以后我怎么办啊？我很多赛车事还指望人家呢。终于说实话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家隔音差，你小声点。真的？你说这王珊珊多好的一姑娘啊，孙振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你太过分了！我告诉你，你必须给人道歉，要不然我都不原谅你。演了，别演了，别演了，好吗？你越这么说，人家越烦。哎，这你俩的事儿我真管不了了，困死我了，我得睡觉去了。哎，你好好在这反省反省吧。
特别是这种身外之物。他最近上下班都坐我的车。就是，你这多好啊，一起上班，一起回家，可惜了了。崔啊，现在咱们都处于感情低谷，必须得相互支持，相互鼓励，这样才能尽快的爬出低谷，得到光明啊。你都已经陪老婆扫地出门了，还能有这么好的心态，我挺佩服你的。什么叫陪老婆扫地出门呢？我就不这么认为。我觉得这婚姻的暂时性停业整顿，这次的整顿是为了日后的繁荣，知道吧？对，整顿次数过多呢，就容易被吊销营业执照。吊销了营业执照，赶紧办新的，大哥。这王然这女孩挺好的。哟，这么翻身啊！听这么洋气的广播、啊。天成公司的情况就是这些，他们的财务风险评估已经审核完毕，也已经通过了，相关的手续呢都已经完成。老大，这是资料，您看一下。天成的项目可以正式启动，这件事你多盯着点。好，聊聊俊峰吧。啊，俊峰集团资产雄厚，最近刚上市，所以底气比较足。他们声称看好与我们 GLB 的合作，但是他们又接洽了另一家叫汇众的银行。我想他们是想在二者之间做一个选择。既然看好了跟我们合作，干嘛还要挑三拣四的？这样的公司真的是够磨叽的，这是人家故意摆的姿态。从某种角度上讲，这也是一种谈判策略。不要管他是不是谈判策略，也不要去考虑人家摆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姿态。我认为俊峰有这个资格挑三拣四，也有这个资本昂起头来跟我们说话。金融行业就是这样，我们要放弃所有的成见去完成这个项目，只有把自己做到最好才是制胜的法宝。后天俊峰集团约我们 GLB 还有汇众银行一起面谈。好啊，你多准备一些资料。我私下调查了一下，俊峰集团的老总喜欢跟女同事打交道，您看我们是不是要带一位漂亮的女同事一起参加呢？看来我必须要为了这个项目牺牲一下。什么意思啊？看来珊珊是不二的人选了。靠你喽，珊珊，放轻松了，一定要把他们拿下。你们还真是舍得下血本啊！对方要是一个天文爱好者，你们是不是还得摘上几颗星星送过去？我们银行是一流的企业，我们有自己的职业操守和底线，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，我们都要按照规章制度去办，不管对待什么级别的客户。如果俊峰集团的老板喜欢找女员工，或者漂亮的女员工，让她去模特公司，我们不用带女员工去，这是原则。散会。让我很为难，我也不知道老大怎么了，怎么对这个事儿这么敏感？他可能最近烦心事儿太多了吧。您找个机会跟他好好聊聊。这个项目我盯了好几个月，要是这么就完了，那我真是太悲哀了，我这个季度的业绩就全没了。车到山前必有路，肯定会有办法的。好吧。哎，小薇。嗯。你能帮我把这个天成的审计报告找老大签个字吗？好啊。哎，这个项目不是你负责吗？小薇，小薇啊，这打印机怎么又坏了呀？快帮我看看。
你直接找老大签字就行，我去修一下。天成公司的审计报表，签个字吧。都检查过了。嗯。珊珊，你千万别跟我说什么想安慰我或者对不起我这种话，太老套了。也别说什么做不成恋人还可以做朋友，我怕我做不到。不过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来的，真的。喂，黄先生是吧？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孙先生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有点事求你啊，你有时间吗？咱们能见面聊一聊啊？哎呀，黄老板，咱都是自己人了，有什么事儿您就说呗。哎呀，我找小北求婚被他拒绝了。哦，是吗？哎，这不应该啊，这是不是缘分还没到啊？孙先生啊，你帮帮我好吗？我看得出来小北很听你的话呀。啊，你不是黄老板，这事儿你说我怎么帮啊？这感情的事儿是不是？他不是强买强卖啊？您这得自己想想办法呀。不是那个意思啦，是请你帮我问问他到底是什么意思，打探一下他的口风，不然我被拒绝得一头雾水啊。啊，那我不成卧底了吗？不是黄哥，主要是我不是不想帮你，是我没时间帮你。这不马上月底了吗？我这业绩压力太大了，还有好几十箱红酒等着我去销售呢。你说如果任务完不成，我饭碗都保不住了，我哪有时间呢？陈先生，我一看你就是个喜欢成人之美的好人，你当然不是卧底啦，是做红娘。这样吧，如果你帮我这个忙，我们酒店欠你一批红酒，就算是对你小小的谢意，你看怎么样？我觉得那倒也行哈。那行，黄老板，我这样，我尽快约那个小北出来，帮你也探探口风，好不好？咱们的生意以后可长远的呢。明白明白，那好，就这样啊。哎，拜拜。咱们开门见山，今天开会正式通知大家，我们的公司已经被浩宇集团并购了。感谢大家多年来为公司所做的工作和艰辛的付出。并购不等于终结，而是一个全新的空间。环宇集团在国内哥电子行业是刚买的房子，贷款。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大的舞台呀。程经理，您不是拍着胸脯打着包票说让我升职了吗？茅台是我费尽心思才得到的，我全送给您了。这些日子我也送了您不少的好烟好酒。大奶，是眼过人生。你是准备等着被分流啊？
还是等着拿遣散费。说话呀！现在公司都卖了，你们还怎么保证我升职呢？你们怎么能这么坑人？公司卖了，你们干嘛不早说？昨天就在昨天。大疆手机还没出呢，媳妇儿了，媳妇儿都媳妇儿了。呀，哎呀，哎，哎，你怎么那么眼熟啊？我是不是在哪见过？哎，别闹，不是这，哎，你说你这成天的也不来上班，神龙见首不见尾的，是不是在那边发大财了？跟哥们说说，忙什么呢？忙什么呀？忙着卖酒呗，忙。哎呦，谁信呢？坏。翔哥，嘿，小翔哥来了。嗯，哎，翔哥，我有个事儿啊。嗯，以后那个迟到旷工可就没那么容易了。怎么了？公司马上就要严打了。严打啊？对，严格管理，采取打卡制。打卡？保重啊，翔哥。哎，不是，这干嘛呢？这是啊？啊？庆祝什么呀？哦。是不是庆祝咱们周总要离职啊？给他开欢送会呢？这是啊！哎呀，不过说句实话呀，周总要真的离开，我也不干。因为像他周总这样的人，人品好，有能力，这种人要走了，那咱们干什么干？哎，不过话说回来了，没准是咱们总公司给他调到更高的职位上去了，对吗？这才符合咱们啊对优秀人才招聘的这个精神。待会儿说，对对不对啊？啊，哎，这没错没错，说的太好了。孙强，周总好，我们大伙儿正在聊您呢。行，别贫啊。怎么着？我刚听说，有些同事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搞这个活动，是吧？啊不，这我告诉你，今天呢，咱们公司成立6周年，为了感谢大伙这么多年的辛苦啊，所以搞的名称抽奖，我向您汇报了。您明白了吗？别，周总，您是我领导，我应该向您汇报才对嘛。别呀，你才是我领导，平时压根见不着你人，但凡公司有什么好事，你立马就出现了。请问您这是视察工作呢吧？哎呀，周总啊，这两天可把我累坏了，我在外边风吹日晒，就为了多卖几瓶咱那1899。别，啊，看着抽奖的吗？啊，赶紧去抽一个。啊，抽完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哎，好嘞。啊？哎呀，抽奖的时候兴高采烈，开奖的时候无精打采。那手机呢？我就看见一码。觉得这手机啊，就是纯属哄咱们玩的。我也这么觉得啊，到现在都没一样正经东西。就不嘛。孙强，你也来抽个奖。给强哥拿过去。强哥抽奖了。万一你能抽个什么床上3件套，我好跟你换。哎，你说，周总找我能干嘛？他找你能干嘛？先抽奖吧。我刚才想了想，最近我也没干什么呀，肯定有事。华子，手机干嘛呀？强哥，干嘛呢？强哥，这干嘛？大奖了，大奖了！但是我说有手机，你看，你这拍照，哎，对，拍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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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拍照呢？你还有这运气呢？给大家讲两句，讲两句啊！这，哎，那个，首先呢，要感谢大家，拿起来，啊，首先呢，要给。首先呢，要感谢大家对我的厚爱，把这个最贵的奖留给了我。其次呢，要感谢咱们周总啊，啊，举办这么好的活动，是不是？希望周总能够再接再厉。哎呀，最后啊，我要感谢我的太太还有我的孩子。哎呀，要没有他们，我哪有这么好？你以为这是奥斯卡颁奖晚会呢？不是你让我说的吗？你我还没说完呢。不是，强哥，大伙的意思是说，你这一天到晚不是迟到就是旷工的。我们大家伙儿可都帮你把活干了，这个怎么不得感谢感谢？哎，谢谢大伙儿。你就来点实在的，你把这手机再放回去，我们大家再抽一回，再说好不好？好。活儿起什么哄？别闹别闹，这个人呢，哎，一定要信命。哎，对了，周总找我呢。哎，抽奖箱，抽奖箱。很多同事都开始对你有意见了，孙强。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了，以后就得看你自己自觉呀。你以为我愿意天天开着自己的车，耗着自己的油，到处东跑西颠的求爷爷告奶奶呀？我也想天天在公司里混日子呀，
这还不就是为了帮咱公司多卖几瓶酒吗？我说行了，啊，每回你都有自己的理由。我知道你们家冯晶晶跟咱们公司的关系，但是你也知道啊，上头换人了，新官上任三把火，这第一把烧的就是人事跟考勤。下礼拜开始执行打卡了，你自己看着办。行，周总，您放心吧，我绝对不会拖大家伙后腿的。运气来了，挡不住啊！哎呦，强哥！我觉得任何化妆品对你来说都是多余的，真的。强哥，您真会说话。哎，强哥，我听说您中了一个手机，运气可真好。哎呀，现在年轻人不是都把那个运气叫为人品吗？我同意，可能是我人品太好。哎，星月，你中的什么呀？我可能是人品积攒的还不够，我只中了这个。哟，小闹钟。来，我正缺这小闹钟呢，咱俩换换啊。强哥，您不是跟我开玩笑吧？强哥没有比现在更认真的时候了，拿着。强哥，我知道您对我好，可是我这无功不受禄啊。哎呀，萱萱，你知道我最喜欢你什么吗？就是你这种从来不占小便宜的优秀品质。在这个公司里，像你这样的女孩子实在是太少了。啊，再说了，强哥不是答应你送你个手机吗？快拿着吧。啊，不好，强哥。哎呀，妈妈，拿着拿着，来，强哥拿着。哎呀，别别别，你看我这收这个礼物真是太没理由了。这平时连个忙都帮不上你什么。你帮我什么忙？强哥还用你帮忙？真是的。哎，这样吧，你要说非要帮强哥个忙呢，我不来的时候，你帮我把卡打一下，这算帮忙了吧？这总可以了吧？行，强哥对我这么好，我没有理由不帮忙。就是嘛，快拿着吧，啊！那谢谢强哥了。嗯。哎，星萱，这可是咱俩之间的小秘密哦。嘘。听说了吗？小峰和大庆要走了，这么快？哎，肯定早就做好打算了。待遇好吗？小峰还是混本行，现在电子制造业这么不景气，有地儿去就不错了，谈什么待遇啊？不过我听他说，给的还真没咱这儿高。那他还走？哎呦，你们也不想想，人家浩宇是大集团，电子制造不过是人家那儿的一个小产业。咱们自认为是电子工程师，在人家那儿就是技术工人、蓝领，工资能高哪儿去？哎呦，嗯，这可跟咱毕业的时候没法比啊。大庆跟猴儿那么精，他怎么样？大庆可厉害啊，人家有路子，听说以后要跑市场了，赚的只多不少。这么一听啊，还不得不听呢？嗨，受刺激啊！那怎么办啊？等安置。咱们本来已经在基层了，再安置就被摁到底层了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。大南，那你说怎么办？我觉得只有以不变应万变。留下？留不留下不知道，反正两臂相权取其轻吧。哪个轻啊？哪个轻？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。哇，什么是具体情况啊？我先去问问我的具体情况。老杨，哎，像我这样的会被怎么安置？跟你说实话吧，我都不知道我以后怎么安置，就更别提你们了。总得有个方向吧，好心里有点数。你也知道，咱们这行，夕阳产业，
乐阳，以前的事儿都过去了，我现在只想知道你一句实话。那我就跟你交个实底儿吧。浩宇要上市，你知道吗？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浩宇的竞争对手在其他方面都比不过浩宇，但是人家就是产业链完整。浩宇这么多年专注的都是科技研发，电子制造一直都处于外包，所以他们这次并购啊，主要就是战略性动作。也就是说，他们上市之后我们就没用了？不能这么说，但是有极有这种可能。一旦并购完成，他们一定会进行战略性重组，到时候咱们的人就会被打散，有用的就发到各自的部门，没用的卡板全部裁掉。当然了，这个也是我个人的猜测啊，事情不到最后，这结果都不好说。可是浩宇那么有钱，财大气粗啊，他们有没有可能在我们的公司待遇上会好一些？钱，人家是有的，但是钱都装在人家的口袋里。咱们公司这次收购的价格，并不占优势，所以啊，咱们也别把结果想得太完美了。听说你们公司被并购了，哎，不过您还好吧？难怕入错行。哎，那我们贷款那件事，别提贷款的事儿了。我们公司被并购了，你们公司就没业务了。你说你都没业务，怎么可能还能达到贷款的级别呢？这事别提了，再提就没意思了。可是，崔主管并不知道你们公司倒闭了吧？根据崔主管前几天给我的信息呢，我们贷款的事也就这么一两天就下来了。只要你不跟崔主管说你们公司倒闭了，只要崔主管的银行把贷款的钱给我汇过来，我立马就把给你的好处给您，啊不，再给您加10万，作为您的加急费。您看，哎，我知道。这些日子呢，您帮我跑这件事呀，也够辛苦的了。可是您朋友的银行，这钱迟迟贷不下来，你看我也没有办法给您了。你看这个是行规，这个大伙都明白这个道理。见啊，对啊，最近怎么样？嗯，啊，最近还行，状态不太好。可能最近太累了，没休息好。再累也要注意休息啊，不然会影响你的花容月貌。嗨，没人欣赏，花容月貌也没什么用。怎么会没人欣赏呢？你现在还年轻，不觉得？等你结了婚，生了孩子，到我这岁数啊，你就不会这么想了。我觉得你这岁数是女人最好的年纪，有了稳定的家庭，有一个爱你的老公，还有一个可爱的儿子，都是表面现象。哎，怎么样最近，崔振？他拒绝我了。拒绝你？拒绝什么呀？他不是一直在追你吗？是我一直在追他。不会啊，
孙强一直跟我说崔振在追你，后来我问过崔振，崔振也承认了。哎，那些都是误会，合着两个人一直在骗我呀。今天晚上是应该回去跟孙强好好上上课了。晶晶，其实我挺羡慕你的，虽然你们总是吵吵闹闹，俩人玩猫鼠游戏，你两个人的感情特别好。别人家的爱情呢，特别像幸福摩天轮，但我们家的爱情特别像过山车，经常险象环生，困难重重，这有什么可羡慕的呀？我不在乎是过山车还是摩天轮，可我现在连一张游乐园的入场券都没有。那你就去追呀，女人追男人怎么了？很正常啊，女人就应该大胆的去追求自己的幸福。珊珊，坚强一点，我支持你。爱情不是争取就能得到的，一个人他不爱你，无论你做什么他都不会爱你，很让人无奈。你不会现在就准备结束这段感情吧？我们从来就没开始过，哪来的结束？我想我们可能更适合工作关系。大南，这二三十万的回扣咱不要了啊？不，前两天你们这个事儿办挺顺利的嘛。前两天是挺顺利，可谁想到，嗨，反正是现在甭说二三十万的回扣，就算是两三百万、两三千万，我都不会要。我不会为了钱卖兄弟的。不是怎么回事？你给我讲讲。昨天我们接到通知。公司被并购，什么叫并购？那说好听的，说白了就是破产了，让人给买了，是吗？完蛋了！我们公司一完蛋，那原总公司更完蛋，他是依附于我们公司上面的。他这公司一完蛋了，崔如果他们放贷款放下来，那就是血本无归，一分钱都不想要回来，而且还会再追崔振的责任。哦，是这样，那是。这事儿咱不能干，那一会儿崔回来你就实话实说呗。哎，回来了，豆豆，有人豆豆，豆豆，丁棍儿，贴肚脐儿，贴肚脐儿，小丁棍儿，贴肚脐儿。就你们那袁总贷款的事儿，过两天就有消息了啊。事儿我得跟你说，好，哎，安东，哎，把袁总公司的备货款撤回来，他们公司有些问题，信息都在资料里。好，我马上就办。这是您家快递，这回是货到付款，然后请您付400块钱。你送错了这次。哎，先生，不可能，这我送的不是一次两次了，这次我不要，行吗？哎，先生，我今天不要。谁呀？物业。什么事儿啊，物业？看门。
哦。先生，您签个字吧。签什么字啊？哦，这是您的快递。我这次拒收。哎哎，先生，买了东西不能无理由拒收的。那我退货。啊，对不起，先生，我们是有不退货协议的，请您签个字付款吧。付什么款啊？没钱。哎，不，没钱。怎么了，大奶？没事吧？你嚷嚷什么呢？孩子在里屋睡觉呢。你过来，我就找你。什么话不能在外边说，还非得到里屋来？说吧。人家买个东西，隔三差五，你败家是天天的，钱从天上掉下来的吗？你吃错药了吧？我就买个东西，你至于吗？我在外头辛辛苦苦，辛辛苦苦，你跟长在网上似的，你能体谅体谅我吗？我就买个东西，我不明白我怎么就不体谅你了？你都没问我买什么，你就冲我嚷嚷？我那都是给孩子买的生活必需品，人家买的东西都是货比三家。我好吗？我恨不得货比十家，我不就为了省钱吗？省钱吗？省钱的话，那就不要去花钱，就把钱攒起来。你这多少钱？四百。四百。好，谢谢你。你这多少钱？两百。两百二。哎，人家两口子过日子是搭台唱戏，我这边拼命搭台，你这边拼命拆台。我拆你什么台了？我辛辛苦苦的，我怀孕十个月，我又得照顾笑笑，我还得带乐乐，我这么辛苦，我容易吗？你体谅过我吗？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就知道欺负我。谁欺负你了？你呀。哎，人家欺负我呢。谁敢欺负你啊？你这么厉害。单位。珊珊，啊，你准备的什么礼物啊？妈。